样啊，算了，不用讲了。人在哪？嗯，在家。你在往我这边过来吗？嗯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距离。好像还蛮近的，有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你快到了。是前面那一栋房子吗？不是。因为我觉得我周遭有点多僵尸，最好不是啊，那不是你吗？你有看到我吗？有啊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你有看到我在跳？哦、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。你长得太黑了，干你还是那个黑人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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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啊！事隔那么多年，好，我等你走过来，我看你是不是还是那个黑人？看起来应该是。啊！你他妈一辈子白不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有伤害啊？没有吧？对啊，你好可怜哦！那是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我的工具做出来是橘色的，给你。为什么啦？你是不是开头偷玩啊？没有啊，这已经你看天数都已经几天了。哎、欸，你果然偷玩啊！我玩很久了，这个是上个礼拜跟观众一起玩的。地上还有什么啊？你要不要木棒？不用吧。真的、哦？给我剑石。你给了我一把弓，就没有给我剑石。我是要拿什么？拿弓敲人吗？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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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我要继续除草了。好，我先去放睡袋啊。好啊，走上。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盖出自己的家。我在西山，你的目标从几百年前都在那边了。啊，我的西山从以前到现在目标永远都是盖自己的家，结果我永远盖不出来。啊是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每次我要盖自己的家，不是更新就是发生问题，然后就悲剧。你那真是有生之年系列。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快盖好了，屋顶垮了，我就想说，干，我要砍掉重练。哦，难怪我的73永远拍不完，因为我的目标永远达不到。我一定要在旁边盖一个自己的小基地。可是我都完成很伟大的建筑呢，像什么天空树园，然后你给我种了一大整排的棉花，你还记得吗？那看过去真的很壮观呢。哎，我这边这一票是怎样？这尸体怎样？哦，我杀的，我忘了清掉而已，抱歉。会臭呢，哎呦。有啦有啦，处理了处理了。我抱歉，那好像是你的味道。哇干！不是因为你太黑了吗？痛！还有那个玛利亚之墙。真的是哦，我们玩七杀玩到现在，盖了真的不少东西了。虽然最后都没有成型，有啦，有一点点形状啦，就一点点啦，这都是一部分吧？对啊，每次都是一样，然后就真的就是剩那一样样，明明就觉得哎，好像可以盖好了，明明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完成了。你看，除完草之后，这里好干净。嗯，它会再长出来哦。真的吗？没有吧？我记得好像会。我忘记耶。会吗？啊，放着它，看看会不会长出来就知道了。好啊。
哎呦，这个是雪梅，所以这边是粘土哦。有啊有啊，地上有粘土。是怎样？雪梅会长在粘土上是不是？好像是，就是棉花跟那个雪梅。哦。还有这种石头群。我们家这边是有很多，我知道这个都是粘土啦，我有挖。我刚刚跑过来的那边是沙漠的样子，荒原啊，就是有仙人掌跟那个芦荟。你最爱的芦荟糕？什么？我最爱那是最实用的，好吗？真的？可是仙人掌果也很好吃啊。是啊，你是不是瞧不起仙人掌果？我跟你讲，我都靠那过活，因为你肉都被你吃了。屁啦！我偶尔就会准备一些大餐给你们吃的，不要说我虐待员工。偶尔拿一些给我们吃，然后自己箱子自己从头过，还会有那种特别的食香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满满的肉汤啊，然后料啊，然后我们就喝白开水，然后喝肉块，然后你喝肉汤。没有没有，没这回事没这回事，我对我的员工最好了，我都把好的留给你们吃。所以仙人掌果是好的美食，你懂吗？永远吃不完的。所以我们要吃仙人掌果啊！对。哎、欸，二十点哎、欸，再两个小时，要晚上了。哦，看起来好舒服哦！我就是要这种地方。到时候要建东西也比较方便。对，确定住这吗？对啊，虽然离城市有点远啊，可是我们周遭其实都有城市。因为我有改指令。所以我说那双人机车什么时候要出啊？给那不会驾驶的人一点福利好不好？阿法十七就出了，还会出重机。然后好像不是出双人机车吧，好像是出吉普车，可以四个人坐的、哎。不错不错。等啊，阿法十七看看哦，这款游戏越做越多哎。然后你就会看到你家盖的差不多了，怎么样开始？然后又阿法十七就出了。行了，然后阿法十七来喽，上线喽。然后你又要重来。S5 系列出现了。而且他现在那个书店变图书馆欸，真的假的？真的会更累，可是没有。他你现在玩会累吗？不会吧？还好。对啊，他优化其实变多了。哦，我看起来好干净哦，超干净的。还有舒服多了。对啊。哦。哇、哦，好棒哦！看起来就是一看就知道防御很薄弱。嗯嗯，没办法。等我都挖不到这草包烟了。我们这边动物很少，偶尔会有几只出现。哎、欸，吃草、啊？真假？嗯，来了。路过吗？路过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二十点了。我们拼不赢，好，我就不要出声了，上去楼上看一下好了。路过吧。哎呦，还有楼上哦。有耶。嘘，蹲着蹲着。听说十七会出一条警戒值欸，就是那条满的时候，僵尸就会往那边冲过来。干，好肥哦，他们带着肥大妈欸。没事没事
没事啊。楼下有一个肥大妈走太慢，人家都走光光了你。不会不会，他还没偏离轨道，他还在跟他们一起走，他们的队伍太多了吧？这丝绸也太长了吧？你看到会那个吗？不会啊。对啊，你看，那就是优化变好了、啊。以前等拿镜像武器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我拿镜像武器每次都看不到画面，就是画面会卡，所以你就会看到我在那边空挥，然后又被打。可是你以前看到这种思潮，你不是也会那个吗？会有点卡，对吧、啊？好，没事没事，继续动工、欸。你看你看，那你看一下我们的小空中花园。哎呦，真不错，我喜欢。哎呦，你知道这三棵这树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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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确保它到时候长起来不会有事。好、哦，我先去看一下我的床是不是在那底下。好、哦，不是呢，我的床是在另外一边。啊，你看这个、床不知道是谁的。OK 的，那个是应该是那个淋雨的。好、哦，不是我们两个，因为我看到我们两个都在这边。他没有上。晚上了，晚上只好继续开挖地下室。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？然后我走过来，居然已经挖了，就挖了一点点而已。空的华丽的厕所。跟你讲，不止这个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地板，哇哇，你最爱的、欸。我真爱个毛啊！那名就只是我常常把它种歪而已，不在半空中的香菇，很棒哎、欸。这是石头吗？还是土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挖多深哎、欸。我比较希望你可以，你没有啊？你后退一点，你可以帮我把这边呢、啊？你看这边是不是看到外面？嗯，对啊。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边的土挖开，然后盖上木框，然后把它强化一下？嗯，等一下、哦，就是木框像这样。我找一下我木框在哪里，因为我还没有把它弄到那个。先把甲板加到最爱。好哦，我知道你最会断腿了。大概像这样吧，就是把它封起来，不要让它到时候很容易被人家挖洞那样。我得到木框。嗯，这样就好了吧？其实，不然你要挖到弄到哪里？没有啊，因为你旁边这个也是啊。这个，这个挖开你看。哎呦，有没有？你们真的是哦。不是，是这个房子的结构，它底下就只有这样而已。那建筑工人真的是偷工减料哎、欸，就跟台嗯，我还不想被查水表，嗯，对，可以擦地板，这样啊、哦，这样有啊，这样可以，这是土吗？这是土、欸，哇。我的宝石度剩18哎、欸，哇哇，有食物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被我吃完了。看看啊，吃个雪梅，会悲剧对不对？好像还有一些食物，我上去楼上看一下。我可以不要站在那边卡，你卡到那个。不行。嗯，哎呦，我还有16个那个果实，哦，仙人掌果真的很好用，很棒，仙人掌果。雪梅，
按下 F 之后才想到我没有头灯。对啊，好难过、喔。雪梅是不是不能一口气吃太多、啊？不知道啊，你之前说我是看说明上面是没有写，可是你上次说你之前吃一吃，啊、哦有哎、欸，它上面有写雪梅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蓝莓，但是它不能多吃。对啊，还是不要一口气吃太多啊。芝兰果汁，下雨了。游戏里面，你怎么知道我想问这个？欸、你那集就蒙到我拿个两，我拿个三个出来哦，刚好你那边有三个。啊、那个有收到蛮多了。哎、欸，要向我赌咯。OK， 那些都是拿回来的，要赌就拿去赌一赌。嗯，皮靴子这个我不用。狼牙棒啊，嗯、做个一根。短猎刀做个一根，好了。古刀可以丢了。强化的木棒。为什么你要把蛋放在你的那个箱子里面？不是应该放在食物箱吗？哦，还没有放好吧？因为这是刚过来的时候都还没整理好，我就下线，然后我又去收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又还没整理。我还以为你要私藏。没有。我怎么可能那么的？我怎么可能那么的自私呢？你也屈意太久了吧？不用想，你就是这么自私。没敢的。啊，谢，你小王八蛋。嗯，我玉米也拿去食物箱放了。好、啊，只是这可能要留一些起来种就是了。如果种一根，等它长大。好、哦，等它长大吗？好饿哦，先吃到50%就好了，再吃一个雪梅。你大白天要干嘛？啊？你白天要干嘛？我们去收一些东西呀、啊，不然我觉得我们的食物有点不太够。我也觉得，对，我光做这些杂事，我就会把自己饿死。史上第一个出草出到饿死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刚刚明明还没那么饿，然后出完草之后，哎、欸，我怎么饿？反手，我的反手嘞，哎、欸，我的反手嘞，我看到了。再挖多久啊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没事，它只是长得比较黑而已，就跟你一样。靠背啊！你有看我手上拿什么？有。你有看我手上拿什么？还是你想看这个？你有没有看我手上拿什么？看你为什么有这东西？空投收到的，每三天会有个空投啊，所以明天第六天还会有个空投。什么？明天第六天？今天是第五天。你有没有想到六的后面是什么？我六的后面好像是什么叫七的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有可抛弃式 NPC 房间。我们就做好心理准备死在外面吧。嘿，嗯，先这样。讲真的，没有什么挖掘工具，没有什么挖掘工具要来挖这个地方，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嗯。哦，拿那个反手敲有个噗嗤的声音。
哇、哦，它是电了。哎呦，这下雨真的是会雾哎、对啊，可是你欸，会那个奇异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哎、欸、不会，27点，好像差不多，我 FPS 就是这么低，可是就是差不多。可是也不会说到像以前那样那么卡了。以前会卡到大概剩10吧。那我真的差很多了。建筑工具、采矿工具、需要再挖一些。它没有新增什么其他东西哦，就都是那样而已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要开心的是，起码4点我们就可以出门了。就是接下来就等于15了嘛。对吧？大骨头是不是可以拿来烧成什么？骨头可以拿来烧胶水啊。用脏水，脏水我最多了，我们去装一下。洗手台，干，这房子没有洗手台，没关系，有马桶。怎么样？还是比不上之前的智慧之泉。哦，那智慧之眼真的是我做过最屌的东西。干，我这是如果有在看到那个，看到那个莲蓬头还是什么的，我一定要把它挖回来。机械零件。我们的铁不太够，什么东西都好缺游戏才第5天，你知道什么？你是要那个，哦。我是要活得跟好像过已经几百天一样。你连熔炉都有了。对啊。我也搞这熔炉很辛苦呢，我把附近所有的动物给杀了，而且还很难杀，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杀了，对吧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等级还太低呀、应该是装备太烂吧。啊 以前你都拿紫色，然后都在那边丢丢丢，不然就是 biang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不一样啊，现现在在是拿就，弓，然后还要算抛物线，对然后射出去还打到还不会死，然后他就跑走了。啊，哇，做几个铁箭头出来用。直接冲他笑。我在开狙击台，你看就可以从那边打到下面了，很棒这难不成是？啊！喂，没有啊，就 disco 啊。真的很黑，公差小，我说这里真的很黑，好没有，还以为你在说我。你也长得很黑。我真的每次看到你的黑黑的角色，我就觉得他妈整个角色长得好智障，他妈什么事啊？啊，我没有办法直视你的角色，黑到一个我不忍直视，欸，你知道吗？那发生什么事拍拍拍！啊？好厉害！啊，谢。那个箱子里面有一些那个止痛药，你看你要不要拿着？哦，对哦，还有那个血袋可以喝喝一下好了，可以加水分，又可以加保湿度，又可以加血。我直接吃一颗，刚刚在路上被那个秃鹰咬，还好没有那个。你现在饿吗？现在渴吗？来来来来，这个地上血袋，喝，你还可以加5滴血。血袋很棒哎，你很忙，
啊？我画面正下方一直显示你很忙。你是喝完血袋之后快变僵尸的时候，你眼睛好红哦。你眼睛真超红哎，发生什么事？你脏脏的哦，你是不是要变怪怪的？季老师讲，是不是该让我送你上路了？咦呀，你看你看，快白天了，真的哎，到底是为什么哈、啊？美国的。怎样多了四季吗？我们家还算棒了啦，外面还有一些自动照明设备。啊？就是有灯啊，晚上会发亮。外面有吗？这里啊，这里。要修？为什么它会发亮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这，所以我们这边是会通电的，应该是。我觉得这边是不是该堵起来？嗯，之前以前都有堵啊。这样。只是要防止僵尸叠起来的时候直接跑进来就是了。对啊，僵尸现在好像还会叠吗？好像会，对不对？那还是再铺高一点。哦，起雾了！你锁三小，我有听到咔叽的声音。等一下，哈雷，打不开了。打不开了，为什么不能开？你为什么跑死外面？我有钥匙。你个骂咖！你为什么我刚刚打不开 ？Why？ 因为那个门是我放的。什么？你知道我放的，然后就是你锁起来的话，你会不能再进去，可是我可以开。这个设计真的是太良心了。呀、yeah, ，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也好危险哦。我跳屁呀、啊！嗯，讲真的，起雾了，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。啊，我们也可以，应该可以准备出去了。我就觉得很够了。好啊。把一些，哎，我这有一把小枪，你要不要拿着？不要，那个很低了的。48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我一个弹夹打完死不了。好啊。那就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没关系。嗯，布料的话我放这好了。走吧，你看4点响起了清晨的铃声。哇，那个光，哪里有光啊？暗明猫。有啊，我这边有看到太阳哎、欸。哎呦喂、欸。对啊，你看，薄雾中的一道曙光。你都没有在好好的看，走这里吧。你为什么要背着太阳行进？我们还是我们要跟着太阳行走。那你觉得看我们走一走之后要折回来？走出去了，然后太阳在你前面，然后走回来之后，怎么太阳还在我前面？没有，跟着太阳走，我们可能要走到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走回来。嘿嘿，哦。哦，没事，僵尸。我来试试看狼牙棒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。垃圾狗哦，还是可以嘛。跟你讲，神器到手了。
啊，这里回来的时候要小心哦、喔。我有在那边摔断骨过一次。我身上没有那个甲板。因为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去拆沙发。等你回来之后，一定会有甲板的。你要相信自己。你说甲板会在我脚上吗？没有，甲板会在你的包包里面。结果答案是，就不要到时候其实是那个包包跟脚上都有甲板。哦，小兔加入游戏了，加一下好友啊。1.2 哎、欸，倒还蛮近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好近哦。一定是这样。那你跟那个，刚是谁讲话？小兔吧，还是我们先去接小兔？我觉得他需要有人接。我觉得可以，等我敲完这个树。好。接他回去放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探险。没有，还没结束。